三个细节打好反派高眼球。第一个细节，中线抬肘，在反派发力引拍时，抬肘至身体中线支撑，顺势做举手外旋击球动作，反拍会更有力。第二个细节，左侧架拍，在反拍架拍时，将球拍架至左肩位置，由左下方往右上方挥拍，可以获得最长蓄力，发力更轻松。第三个细节，收展动作，在架拍时适当下沉，收住身体再展开，借助到腿部和腰部蓄力，轻松打出反拍高远球。赶快试一试吧。